脸书抛出住院点滴照，喊话自己补充体力再出发。面对蓝绿连日攻势不断，高虹安经传过劳住院休养，让自家党主席相当不舍。那每天这种抹黑攻击，有时候他变成自己回家还要电脑里面找 email， 突然看到他，我说哇，你的衣服怎么变这么大件？人瘦了一圈。但这恐怕无法让最新爆出的小金库争议熄火。网红四上猫点出国会助理上缴明细中，已捐3万元的 C 助理却还被标记上欠2450元，这跟高虹安的说法自由捐款互相矛盾，还声称这是公积金，但当中却多次拿来买自己的三餐点心、女性生理用品、带实习生吃饭，还有往返郭董住家等车资，个人洗头、买抱枕、送新生儿礼品，甚至连钱柜唱歌都要从这里花。这不是洗钱，什么在洗钱呢？这不是贪污才怎么是贪污呢？大家看这惯老板嘛。这让对手沈慧虹逮到机会开记者会批高虹安立院炼金诈领助理费，民众党全党挺贪污。高虹安涉及贪污的部分，我相信对就是对，错就是错。民众党全场的记者会打着清廉的大旗，却还是在模糊焦点。依照既有的这个侦查的程序来进行调查，那么我相信这个本件我们一定会勿枉勿纵。随着疑点越来越多，司法已经介入调查。虽然现在高虹安住院神隐，但出院后恐怕要面对法院重重关卡。记者林佳倩、郭燕婷、李怡婷、方博峰采访报道。